虽然说是冒险嘛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做得很好，可以满足大家的对中餐的需要。觉得经营餐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管理人员吧，然后厨房人员和外面的人，大家都是不同层面的，然后来自五湖四海，然后可能有不同的背景，然后需要让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为这个餐馆去付出，然后是最重要的。最后问题，你说你把你这个餐馆的定位怎么样？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啊，郊游的郊游啊，比如说谈生意的有没有？我们设了两个包间，然后是非常的高雅，然后也是非常适合在里面谈生意啊什么的。然后我们也接过类似的客人。然后外面的话，我们早茶呢也是非常的美味，然后也是非常适合来家庭 family 用餐的，所以也是非常全面嘛，没有说针对是哪一个去做的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晚饭来这里吃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点哪一个菜，这里能拿手好菜？海鲜吧，我还是觉得龙虾我们的师傅做的特别好，然后我们的北方师傅以前都在一些有名的北方菜馆做过，然后川菜馆也做过，然后他们的味道调整的也是非常的好。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很奇怪，我们早上是北方点，早上是粤式点心，晚上北方菜，跨度有点大，但这个不是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师傅都是请的非常专业的。